寒风吹来，路上行人不停搓手，或是放在口袋取暖。机车骑士更离不开手套，因为四肢末梢对于低温特别有感。如果是可以的话，就戴手套。就是会很白，没有血色，然后就会有点麻木的感觉。 皮肤颜色像变色龙，可不是习惯就好。如果手指冻到发白，甚至发紫，回温后却异常潮红，就要怀疑是血管不正常收缩，产生雷诺氏现象，恐怕有截肢风险。主要是病人的这些血管内皮细胞的功能受损，应该是免疫系统的影响导致他的收放不能自如，末梢的这个血管完全没有血流。 那会导致组织坏死，尤其免疫风湿疾病患者最容易诱发雷诺氏现象。临床上常合并硬皮症或红斑性狼疮及甲状腺功能低下，除了遗传或内分泌失调，也可能是特定职业伤害造成手部结构异常。比如说是敲眼打屁，那长时间下来这个震动，高频的震动造成他血管的无法放松，长时间下来他的这个手。 就是雷诺氏症。医师提醒，长辈的血管容易硬化，也要避免情绪激动，留意末梢循环，提早展开抗寒大作战。大爱新闻蔡依林、李建宽，台北报道。